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做的鱼，木呀，小铃铛，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铃铛。欢迎收看《两只美人鱼的生活大冒险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好嘞，咱们是上期去雪域的一个村庄，遇到了一个被僵尸感染的小孩，本着善良的心，咱们把他带回来，制作了那个虚弱药剂以及金苹果。给他服用之后，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是我的那个他，我的天呐！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咱们两个才能再次遇见啊！我刚跟他聊天了，他说你看起来很臭。你身上本来就很臭啊！你走开！好了，那个在上期视频不是有小伙伴给咱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个什么转化桌变成那个便携式的转化桌吗？咱们已经在线下把它做出来了。还有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任务，都说咱们家已经很挤了，很多村民了，就是叫咱们再用那个精灵球，哦不对，呸，水晶球再生成几栋房子。这边我在线下已经是生成了总共4套房子出来，小铃铛你自己看着办，选一套呗。好的呢，你看这边又有大鱿鱼。等一下，我先把雨关一下。这大鱿鱼咱们不要管它，反正它是那个友好的生物。那好吧。你选哪一套？咱们来先把这些村民安顿下来吧。我选最近的这一套，这一套近一点，我们去你家的话也方便。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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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这个结婚了，跟这个什么杰米，这是叫杰米吗？嘿。不知道，我来看一下。杰米 J A J A 什么的。未婚贪心不的，是，不是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跟谁结的婚啊？我不知道呀，他是不是跟我们家里的小宝宝结婚的？跟着我。咱们把那个未婚的放进一个房子里面，放进一栋房子里面，把结了婚的找到他的另外一半再给他带去另外一套房间。好的呢。我的天呐，他们几个这两个妹竟子。然互相在一起了，我的天呐！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之前就跟你说啦，过分，明明是我带回来的汉子，竟然背着我偷偷这的个跟别人在一先起留了。在这里啊。不是你们两个是不是傻哟？直接进来不就行了？还在这里玩门，过分了啊！这是我家，这是我家，你自己再选一套，留在这里啊，我就让离你家留在这近里的，我啊。可以去偷设那什置么。家，等一下，你想去我家偷人吗？不，我想偷你，偷我什么？不，没什么，没什偷么，什没什么？么。你把话说清楚。偷你家小姐姐的心啊！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偷你家小姐姐的心，再见。还偷不偷？你信不信我把你的小姐姐给带走？我等一下，她跟谁结婚了？M 开头的，M 开头的应该是这个守卫妹子。好像房子还不够哎。没事啊，他们可以几个住在一起呀、这个是 CAY。不是，你把一个小孩带过来了。对啊，那个小孩子我就先放在家里，因为他没有爸爸妈妈。我怎么点不了他们了？好，你们俩夫妻就待在这里吧。设置家，OK，我看一下这小孩会不会是我带过来的这对夫妻的孩子啊？好的。哎，对，是我刚刚带过来的这对夫妻的孩子。那我就住这儿了。这小孩真丑，我丑话说在前头，你是个大丑逼。我跟你讲，以后他长大了变帅了，我觉得，我就想踢死你。我觉得这小孩的长相跟你挺般配的，真的，讲真。走开！还有，你到底要不要如意郎君啊？我帮你去找一个。我到时候再去村庄里看一下吧。现在先暂时那个啥，先把他们安顿好。那他们两个，哦，等一下，这个汉子，你是不是从别的村庄里面偷回来的？他已经结婚了，好吧？我不知道呀，他这个和 GA 什么什么什么不拉不拉不拉，后面还有几个妹子的，你金屋藏娇了，后面还有3个妹子。我的天哪，你居然把
把已婚的男人都偷回来了。不是的，他和这个人结婚了，这两个就是家里有两个人。哎呀，算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相信我。解释就是掩饰。我提醒你了，这边有一对。设置家。看到没有？这一对他们俩是在一起的。设置家 ，OK。没了吧？设置家。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妹子啊，这个妹子还有两个妹子啊。放到我家吧，反正你已经要结婚了。你自己带过去了。嗯，好的，我带走。然后那个还有就是你们要求的把幸运方块卖进这个转化桌里面，我已经卖了。那咱们接下来就可以那个怎么了？这个妹子怎么结婚呢？怎么结婚了？这两个妹子都结婚了，你是不是带了什么不该带的人回来？走了，跟我走吧。什么叫做我带的不该带的人回来？不，妹子都是你带回来的，你个老色狼。不是，有视频为证好吧？你自己也带过妹子好吧？老师带过吗？还想冤枉我？过来，没事，都住到这边来，快过来。不是你这搞的，他们两个是这间房子是未婚女的住的。他们两个都是已经离婚了的，就留在这里呢。不是，再见。什么叫做离婚了的？对，因为他们老公找不着呢。我还要，不是，我差点看错，他们两个是嫁给同一个人了。嗯，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双胞胎。好了，那咱们接下来的话，那个因为之前就有很多小伙伴一直留言，就说要求咱们每期每个人都开10块幸运方块，所以我这边买10块幸运方块给你吧。嗯，你先给我买一块吧，我自个儿可以买，我这边有3万多块钱。20块。3万多块钱，一块幸运方块就4万块钱，好吧？你个大穷，你个大穷逼！土豪抱大腿，抱大腿！换个地方开了吧，之前那个开幸运方块的地方，已经被你感染的特别倒霉了。为什么是我感染的，不是你感染的？我们俩在一起开吧。走开，走开，我嫌弃你。什么东西啊？实话告诉你。什么东西啊？我开出了一个超级好的东西给你。哎，我又开出来一个空的东西啊！你看那个，我这个东西，这个可以啊！你确定要给我？好像跟你的衣服是一套的，就送给你了。对啊，这个幸运，这个漩涡套装是卖不了的。什么东西啊？给了什么？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黄色的提示就是那个，我开出来一条鱼。大咸鱼，我这条鱼把它怼水里面去，不然它会渴死了。走，对，你怼吧，你屁股大。对，什么叫做我屁股大？把它怼河里面去，水里面去。我看到了一个药剂，怼下去了吗？没有，哇，它生命力好顽强啊，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好，下去了，再见。向日葵，我喜欢的，路走。这什么药剂啊？隐身失明夜视。哎，我也有一个。你干嘛？我怎么瞎了？怎么了？可能上帝关灯了。哎，有一个红石，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按道理来说，他这个红石块会连接着几个 TNT 下来啊。对啊，按道理来讲会有的，结果没发现。哦，感情我开的和平啊，好尴尬呀。哎，你过来看一下，我开出了个水缸。发生了什么？我开出了一把特别好的武器。击退，哎，屁股疼，着火呢，着。哎，你过去看一下，我开了个水缸。很适合你哦。什么叫做很适合我？它里面本来就有一条鱼，好吧？对呀、啊，有一条很幸运的鱼。把这个当幸运。漩涡剑。
我开出了一个这个，快看快看，小铃铛的马，而且后面还，这明明就是骡子，好吧？是骡子是马，你拿出来扭扭。来来来来来来，这把武器给你，在你屁股后面。谢谢。这是什么？小鱿鱼。抢夺。哎，这个药水应该挺……哦，我的天哪，这个药水，这个药水可以的，但负面状态也挺多的。又有一把武器，这把武器我可以卖掉。我开出了一个牧羊人。牧羊人，一个妹子吧。我要不然就把她给带回家算了。哪个牧羊人？我看一下。那就这个呢？这个长得还长得还行吧。啊、哦，我钻石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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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石。好多狗呀！哎，刚好他们有那个这狗好像全都是你驯服的。哦，不是、不是你驯服的，要他眼睛是红的，眼睛是红的，你还是驯方块吗？我没有啦，我想把这个骡子牵回家。骡子牵回家，你直接用那个幸运方块把它装那个，不是精灵球，用精灵球把它装精灵球里面啊。嗯，好的，我拿那个转换桌买一个精灵球。可是我没有精灵球，你可以给我买一个精灵球吗？不是，你自己卖一个精灵球进去、啊、我就一个是用过的精灵球，谢谢。卖了再买回来不就行了？笨的，里面装了我的龙呢。我刚刚给你的那个你卖进去再买回来啊。智商是个好东西。我真的希望你有啊。我忘了。先回来睡觉吧。我的家。滚蛋，跟我回家吧，我就跟你结婚算了。然后在上期视频还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叫我直接喂这个小女孩吃金屁股，让她长大之后就跟她结婚。我觉得我觉得吧，这个还是等他自己慢慢长大，慢长久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要等他慢慢的成熟。嗯，可以有，你还算有点良心，但是我的这个龙怎么驯服不了？龙还没长大，肯定啊。那我就给他放家里。不是，怕他跑了。不是，你能不能先回来睡觉？我家有床呀，我忘了睡了。我怎么感觉这一觉这么难睡？我醒了呀。好了，第一天跟我媳妇互动一下，很好。然后讲个笑话，我告诉我的妈妈，太有趣了。哦，对，他们还给了我一个特别艰难的任务。什么任务？找到我媳妇的爸妈，找到我的岳父岳母。这个任务就有、这个、有就不是说有点难，这是很难了，好吧？这妈妈她从哪里拐来的？这妈妈人海当中，不知道那个村庄里面有没有她的父母，又或者是她的父母到底有没有遭遇过意外什么的？对呀，这怎么办呀？这个任务等到时候再说吧。对了，这个马吃胡萝卜的。你马吃胡萝卜？什么马吃胡萝卜？就这个骡子呀，吃胡萝卜的。我给它牵回来。驯服之后的骡子，你喂不了它吃东西了呀。哦，那我给它牵走，滚蛋，蠢。好了，咱们等下期的话要开始去冒险了。老师、好的呢。老师待在家里面的话，那个小伙伴们他们看着也无聊。嗯，好的。你家住哪？我家住最后一栋呀，你不是给我留了一栋吗？就那个。最后一栋，你先跟这个小伙子互动啊。啊，我跟他互动，他已经给我一颗爱心了。我要把我的马给牵过来。我跟他握个手，跟你比下力气。走呀，笨蛋！调，不在一万年什么鬼？我刚刚舔了个调情，他说不在一万年，几个意思啊？他是不是爱上你了？我的天哪！我不会我找了个对象还是个鸡老吧？哎，你喜欢的这个男孩，他有个梦想是建立自己的村庄，但是他很慵懒，他的意思是想要你帮他建一个村庄。并不，所有的村民都会说这句话。给我！我发现你真的是傻。
我也不想这样子的，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有弄好这个骡子。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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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